哎，姐跟博言来了。哟，姐，博言，姐，博言，姐，博言来了。哟，姐，博言来了。哎，姐，博言来了。哟，姐，博言来了。哟，姐，博言来了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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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爸，这是我给简安特地为您准备的礼物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。来来来，坐，坐坐坐。哎，简安啊，爸也给你们准备了礼物。来，这是你的，苏氏丽人最新款的内衣，轻薄舒适，把记得你的尺寸，来试试看。现在是什么事啊？瞧我这脑子！哎，伯言啊。 啊，有你的啊！谢谢爸，这是我们新研发的保健内裤，对男性很友好。哎呀，哎，这你懂的啊！爸，我懂。爸，你赶紧收起来吧。爸准备的礼物当然得好好收起来了，回家一件件慢慢试啊。哎，慢慢试。伯言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陆氏的掌舵人了，我们家简安好福气啊！阿姨。 其实能娶到简安，才真的是我的福气。嗯，伯言啊，有空啊，帮我们苏氏丽人也出出主意。你们年轻人啊，脑子活啊！如果爸有需要，我一定竭尽所能。嗯，<笑>有你这话呀，我就放心了啊。老公，咱们去厨房给孩子们洗点水果。 走走走走，好，哎哎，佳，你带伯爷先转转 啊。好的，爸。